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无限爱心小爱，照明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包鲜肉粽上。哥哥，明天就是端午节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包粽子吧。好，明天我们一定是冠军。没错，耶！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一用力，手臂拉伤了。什么？手臂拉伤，就没法参加龙舟比赛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哥哥。有了，我可以找超级飞侠帮忙。早上好呀，安琪，今天要去哪里呢？兰兰从中国嘉兴打来电话。嘉兴是中国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哇哦，好美丽的城市！兰兰的哥哥马上就要参加龙舟比赛了，但是他拉伤了手臂。兰兰想让哥哥能顺利参加龙舟比赛。这个包裹一定可以帮助到他哥哥的。乐迪，准备出发。乐迪，准备升空。准备完毕。时间，中国嘉兴，我来了。哇哦，南湖好美呀，蓝蓝的家就在那边。手好些了吗？放心，不碍事。端午节了，哥哥，我要包粽子给你和队友们吃。那你可得多包几个。我还特意准备了幸运粽子，希望哥哥能赢得龙舟比赛。包裹快递，我听的东西到了。你好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是兰兰，这是我的哥哥。嗨，乐迪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啊，嘿，是超温感护肘仪，哥哥快戴上，这个可以治疗手臂拉伤。哇，手臂好暖，一点都不痛了。哦，现在你可以顺利参加龙舟比赛了。还有兰兰的幸运粽子，哥哥比赛一定能赢。嗯，这是粽子。对呀，端午节都会包粽子。为什么粽子要用叶子包着食物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有了，可以问问我的超级知识光球。超级知识光球。啊，只要向他提问任何问题，他都可以回答。超级知识光球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粽叶来包粽子吗？乐意为你解答，查阅资料。哦，空间动态投屏，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，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。在这天，大家都会在一起包粽子，吃粽子。好酷！端午节位于全年盛暑期间，天气非常的炎热，炎炎夏日之下，大家的身体很容易感到闷热难受。
而粽叶一般含有大量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叶绿素和多种氨基酸，加上粽叶本身自带的清香，带给人一种清凉感。用粽叶来制作食物，往往能在炎炎夏日起到清热消暑的效果。所以用粽叶包粽子，不仅能让粽子散发粽叶的香味，还能让身体更健康。哇哦，原来用粽叶包粽子有这样的学问。好香啊，这就是粽叶的香味。幸运粽子蒸好了，我们赶紧带去给大家尝尝。嗯，乐迪，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端午的龙舟赛吧。好啊，我还没看过龙舟赛呢。超有趣的。大家快来，我妹妹为大家包了粽子。这是我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幸运粽子。哇，这粽子闻起来好香啊，不如我们等赢了比赛再一起吃。好，太棒了，幸运粽子给大家加油。你好，你是龙舟，我是乐迪。你好乐迪，你是来看我比赛的吗？没错，你要加油哦。嗯，谢谢你的鼓励，我会快得像箭一样赢得冠军。参赛龙舟准备进入赛场，大家加油哦。加油。伤了，看来也得帮你装一个超大护脖。去哪里找这么大的护脖啊？别着急，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，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怎么了乐迪？蓝蓝哥哥的龙舟在比赛前被撞伤了，我需要超级飞侠的帮忙。需要紧急修理龙舟。有了。多多，多多工具多，一定帮得上忙。试飞机时间。乐迪，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来？是多多，多多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你最好准备迎接无限可能。多多，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别担心，我来修复龙舟。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，超级锤子，还有超级木板，快，这样就能加固了。哇哦，好酷！我的脖子好了。超级护脖马上完成，请三号龙舟赶紧入场，比赛即将开始。请三号龙舟赶紧入场。我们快抓紧时间，比赛即将开始。好了，我又可以参加比赛了。我们赶紧入场。预备，全速前进。护脖松了，护脖的螺丝掉进水里了，这下糟糕了，得赶紧找回螺丝。哎，听说你需要一个潜水天才。是小青，小青来帮我们了。小青，快帮忙找找掉进湖里的螺丝。没问题。螺丝？这么多水草该怎么找好呢？有了，我想请鱼儿帮忙。
有什么可以送给鱼儿吗？幸运粽子可以吗？实在太棒了。能否请你们帮忙找一颗蓝色的大螺丝吗？啊，就是这个，谢谢你们。阿迪，找到螺丝了。啊，嘿。嘿，螺丝装好了。嗯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。让我们一鼓作气冲向冠军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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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加油！二一二一二一二哥哥加油！加油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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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二姐真是太有趣了，下一次我们超级飞侠也要参加龙舟比赛，你们一定要来哦。嗯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再见再见再见，勇闯天下超级飞侠。